陪我去海边溜达溜达呗。怎么了？不是你没事吧？你这是第一次主动约我出来呀、啊？不行，一会儿我得送外卖去。送外卖？啊？你不在村里卖菜了？不是白天送菜卖菜，晚上送外卖一点不耽误呀，不冲突呀。忙得过来、啊。忙得过来呀。你有新的订单，哎、请注意查收。你看，这是订单说来就来，我可得走了啊。陪我一会儿呗。我忙着呢哈，那个这样，那个晚上你赶紧自己回家啊，太不安全了外面哈，我先走了哈，你自己着急自己回家啊。谁的外卖啊？这大晚上了订这儿来了，谁呀、啊？喂，像个顽皮的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给我看看城堡好吗？不是你这，我以为是厕所呢，你这还城堡呢？你家厕所这么好看？行，你这点那个什么，队长，那个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子订外卖，大晚上订到这儿来了，什么爱上飞我去找。不是你订的吧？对啊，我就是那个傻子。不是你，大姐，你干嘛呀？我堆城堡累了呀，我订了双人份。不是大姐，我工作呢，我忙着呢，你干什么？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工作也不差这一会儿啊，吃完再走。是，你先吃着，我接个电话啊，我来电话。喂。你送个外卖送哪去了？你说你干了几天，你这超市不说人还找不到，能干干，不能干赶紧给我滚蛋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不是，哎，老板。你看看吧。我一分不清是我是你、不干了，跟我回去。不是大姐，我又被老板训了，我一会儿又没地方住了。你看，在这些人眼里，是你的嘴，是你多着了地。